欢迎我们的形象大使，谢谢。啊，大家好，你们，我是 Line Pay 的代言人宋仲基。啊，好久不见，大家。啊，好久不见。那个，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好，老公，你让人家等好久哦。第四度到访台湾的韩国欧巴宋仲基，23日出席代言活动，每讲两句就蹦出一句中文，欧巴中文也进步太多了吧，好厉害哦！啊，没有没有，真的谢谢。爆竹一声除旧岁，爆竹一声除旧岁，爆竹一声除旧岁，连中文吉祥话也难不倒欧巴哎。在新的一年，宋仲基除了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外，自己也有一个想要挑战的目标。하고싶은일이있다면어정말기회가된다면어라디오 DJ 를한번해보고싶어요하지만혼자하기엔아직조금부족함이있다고생각을해서이광수씨와 2MC 를하면어떨까네한번상상을해보기도했어요已经多次来台湾了，不知道宋仲基这一次还有去吃台湾美食吗？有，我有什么？我这应该明天，明天，我这啊，yesterday， 昨天，对对，昨天，还是你想待到明天？我们很 OK 哦。yesterday， 昨天，对不起，对，어제그호텔에서나와서호텔주변을한1시간반정도산책을했는데가다가제가대만왔을때마다가장즐겨먹었던게버블티있잖아요어버블티를못먹어서어제산책나간김에저희스태프들하고함께버블티를사먹었었는데또새로운맛있는데를발견해가지고다음에또가고싶고이번에는근데망고빙수를못먹었어요못먹어서다음에오면꼭먹으러가고싶습니다네非常好吃好可惜这次没吃到啊一般冬天我们是不会吃芒果冰的没关系没关系我身体比较虚